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。今天我们来继续玩 One Shot。这个梦境跟上一次的还蛮像的，一样是在稻田里面，对吧？幽灵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这次你也看到了吗？是啊，我在一大片田野里面，和我在上一个梦道里面的一样。还有，我看到了我的村子，但接着我就醒了。我并不认为在这个世界有那样的东西。我是指大片的麦田。我在这里看见的唯一一个大型植物就是一堆奇怪的树，还有飘在水里的那些苔藓球。等等，苔藓算是一种植物吗？你说你以前见过麦田吗，幽灵？好，那我就选小麦田哦，没有看过小麦田哎，可是类似的有哦。麦田真的很漂亮，对吧？我们村的周围我们村周围的麦田延绵几英里，植物都长得特别高，有时候甚至我还看不到边际。如果刮起风了，麦田会像海浪一样的起起伏伏。就像食物的海洋一样，哦，等等，但是一般海里也有食物，比如说鱼或者螃蟹。实际上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真正的海。我见过海，那真是太酷了，幽灵。我只是以前在电视上见过海，我从来没想过会在海里乘船。不过我的家乡那里不像这里的海。里面没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啊，不过我想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非常黑暗了。其实我以前很怕黑，幽灵。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之后，现在有点难以想象原来的感受了。就在不久前，我睡觉还必须开着灯。很高兴你克服了它，我也这么觉得，不然我在这里可待不下去。话说回来，我一直把太阳随身带着，所以不会太糟糕。而且有你指引我，我一点也不害怕了。所以谢谢你。不管怎么样，或许我们现在应该出发了，幽灵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很炫哦。你找到笔了吗？哦，我要拿着。按错了，我找到一支笔，好像是。好，请把你的名字写在这。祝你好运。会发生什么东西呀？哦。自己走路啊！这是怎么了？你们听到吗？这个稀稀疏疏的声音，不能回去了。有奇怪的声音，等一下。我先把音量调小声一点。啊！红色的是什么？我整个毛起来了，救命啊！哦，这种好恐怖哦！机器人啊，太阳，你好，救世主，欢迎来到 Refuge。你知道要在这里做什么吗？我要到塔楼里面去，对吧？我已经看到塔楼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们离那里已经很近了。
入口在哪里？在地面上。地面？往下开，小小的那个。哦，这里真高。我想我得下很多楼梯，或者找一个电梯。是的，但是塔楼是深深的地方，入口不难找，但是找到入口还不够。什么意思？我建议你到地面后在图书馆去找寻线索。好的，谢谢。快走吧，祝你好运。他们为什么都要……哦，恐怕这边区域禁止你进入，只有带着神圣之核的人才允许进入花园。好吧，太阳，看来太阳不是神圣之核，不然我们试试看。好吧，太阳不是神圣之核。喂，喂，工作啊？啊，那是什么？有指引告诉我往左边走，那右边，右边也有，喂，喂，我太忙了，对不起。哇哦，你是你，天哪，没想到我会撞上，真是尴尬。有什么我能帮你做的吗？是的，我想知道怎么到地面去。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。目前只有这台电梯可以通往地面，但是的，你看看。看起来像是电梯。你没错，但是。你去看一下按钮板面板。哈，这里没有任何按钮。对，那是个问题。一般那里都会有道按钮，写着地面。你知道，按下它，它就能够带你到地面。但是现在这个按钮现在被扯掉了，还是什么其他的？我该找的地方都该找了，但没找到，可能已经爆炸了。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得做一个新的？什么？怎么做？我们会想到办法的。好吧，我们还要在这里找，我们就先往左边这边看看吧。下面也有 glitch。哎呦，锁住了。那个有发光，一幅风景画，我不能看是不是？一幅抽象画。你是入侵者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型号 8XM 家用安全机器人，序号39232B839W4，必须要举报你。对不起，我只是碰巧走进来，因为门没锁。你想让我离开吗？正在扫描可疑行为，侦测到的可疑行为零。我猜只要我没做什么坏事。关了电脑，这边有一台电脑。好吧，之后可能会要，这边可能是后面要来的。家庭。这个比较人形。好吧。这个绒毛企鹅玩偶真大。你好，企鹅。Hello。他会说 Hello 哎，好恶心哦！好恶心哦 ！Hello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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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恶心哦，好毛哦。嗨，想玩个游戏吗？很乐意。你想玩什么游戏？你知道剪刀石头布吗？希望玩多难？啊？希望一次玩几轮？请设定你的计时器。算了。我父母几乎不回家，但我无所谓，我已经习惯了。而且我有模型 CWT 2-41机器人与我作伴。
顺娘娘。虽然有时候他会说些奇怪的话，但是没关系，他还在学习。如果我够努力，他有一天会被治愈。我总是听到这个词。什么词？治愈吗？嗯，没有人告诉我是什么意思。就是关于机器人的东西，其实我也解释不了。哦，哦，这边每个人都有电脑呢。哦，杨妹，有什么东西在啃咬这株植物？我刚从格林搬来，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不同。你去过格林的是吗？是的，那里的一切都是绿意盎然的，我真的很怀念那里。我的邻居送了我一些植物让我振作起来，但是我可能应该给 Bestie 戴上口罩的。哦，嗯，扫地机器人耶。你应该骑上他，跟抵制骑上他的动作，你应该骑上他。什么？去做吧。嗯，哦，喵喵喵，哇，好可爱哦，我是猫咪坐在扫地机器人上面耶，我每个角落都要扫到，好可爱哦，喵。哦，太可爱了。嗯，回去咯，其他走。嗯，这很有意思。耶，有成就， We ride at dawn。 哎，有花。哦，绿意盎然呢。啊，哎呦，哎，他的头是一个盆栽耶。你好啊，你有这么多植物。是的呢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，欢迎问我有关植物的问题。这一层探索完了，我们去下一层。哦，这边是办公室耶。哦，有磁铁，或许他们会有用，我希望大家不会介意我们把它带走。看一下，各种颜色的磁铁混在一起。这是冰箱，一个垃圾桶而已，一大堆书，看来是电话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就是救世主。嗯，我喜欢你的围巾。谢谢，我妈妈给我织的，告诉她我喜欢她织的东西。我会的，下次再见到她的时候我会的。哦，哦，下面也有 glitch， 只能走上面这里了。哎，晚上好。啊，现在白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太阳没了之后，夜晚似乎不会结束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说时间。我有自己的方法。他们被螺丝固定好，这样人们就不会把它偷走，但请随意使用。可那个在发亮，感觉是可以拿走的才对啊。嗯，嗯，我是发电机机是修理工，你有问题要报告吗？嗯，实际上地面的电梯入口似乎故障了，下面的按钮不见，所以你能去看一下吗？离开这个房间不在我的程序范围内。哦，没关系。哎 ，BGM 没了。哦，有了。电脑，又是电脑。我们这一次来准备了。开启我们的显示器。好。好吧，你很快就用得上它，拖着这个胶卷，然后在虚空布光。
等你把它拖回来的时候，答案自然被揭示。一个奇怪的透明相片。依旧毫无头绪。数字。还想要另一个提示吗？好。会有东西跑出来。四面墙外有一个虚空，连接着我们和你们的世界，在你的视野边缘，一切都被屏蔽住了，遮蔽住了。我知道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。将胶带拖进虚空，然后又拖回来。我其实不太懂哎。你正在检验我的耐心。你真的想知道答案吗？好。当你看着胶卷的时候，它占据我们世界整个窗口，是吧？我觉得你需要的是称为拖动的这个动作。虚空在你的视线边界之外，拖进虚空，然后再回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动了。哇哦，其实我之前没到过什么大城市，所有的这些灯，所有这些人，我想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们都活在这里。怎么了？他这样看着我不动，怎么了？哦，没有事，我要动，不好意思，吓死我啦！跟我的村子很不一样，我的村子很小，而且周围都是大片的空地。之前你在我梦里看到过这一点。我们村里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。你呢，幽灵？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一座城市里。一座城市，像这样的城市，哇哦！我没法想象住在城市里是怎么样的，一定很刺激，而且有点可怕。但是景色应该是不错的。我要下去吗？回来了，我绕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哦，原来我还没探索完，好吧。空的咖啡罐，好。哦，你好啊，欸，是人类耶。你好，为什么这里没有一个人？咖啡厅一般都会挤满的人。今天声音很冷淡。你不觉得因为地面的电梯入口故障了吗？我已经听说了，最近城里的基础设施总是出问题，人行天桥和楼梯左右断开，现在唯一可靠的交通方式也就那些电梯，可以说直到最近都是。你知道先前来过一个高个子问了同样的事，他问我是否见过写着地面的按钮，他看起来很紧张，所以我想让他开心一点，告诉他我今天唯一看到的地面就是咖啡渣。那边是 ground， 可是在咖啡来说 ground 是指把咖啡豆磨碎了这个动作或是出来的产物。对，就是通常如果你去买咖啡豆，那店员都会问你说 do you need to ground it， or 然后就开始会有不同的粗细度。对，他没懂。我又见过他很多次，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时间吃顿像样的饭。他总是急匆匆进来喝一壶咖啡，然后又冲出去。他真的工作过度了。我是说，这是份重要的工作，但不值得承受这么大的压力。我觉得他是做什么的？维修，我觉得就是和灯有关的工作，但我不知道具体的状况。或许你以后可以问问他。
我奇怪的交代嘞，什么时候的？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再拖回来。63014，我应该写下来。萤幕已经关了。可是这个密码我要用在哪里啊？还是有房间，我还找得不够彻底，是左边的房间吧？它每个植物都会解释，是不是？下面有路哦，是床哎、欸，好吧，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，待会见。